再带您关心，南韩三星电子在半导体部门的带动下，第四季营业利益预估将逼近九兆韩元，写下三年来最高纪录。三星九月份因为手机自然风波，首次宣布召回 n o 7 Seven，这使三星损失数兆韩元，品牌形象也受到重创。